位于关闸顺达广场的中国电信门市现已迁至澳门永安街顺达广场地下 C 座，继续为关闸附近的居民提供服务。店内设有手机体验区、App 下载区以及手机配件区等多个专区，增设24小时自助缴费机，除了可以缴交中国电信的账单之外，亦都可以缴交水费。除此之外，中国电信现已推出多项新服务，包括引进国内受欢迎品牌手机红米、一卡多号一张卡、大陆电话号码以及四个澳门电话号码，可以同时在线，以及澳门内地香港一卡三号、香港电话号码可以大号转台澳门中国电信。我们现在有两个新的产品，一个是叫做一卡多号，一卡多号就是可以给一个當然你們一般客戶來我們那裡有一卡兩號，就是本地號碼和大陸號碼。現在本地號碼當中，我們容許最多可以增加多三個本地號碼，即是說你拿了一部電話是可以同時有國內號碼和最多是四個本地號碼。就一卡三號就是澳門、大陸和香港。咁仲有一個特色咧，我哋嗰個係香港個號碼都可以攜號過嚟喺澳門用嘅。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你的香港電話號碼咧攜號嚟咗我哋公司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喺澳門接聽香港嘅電話㗎啦。